回来，你就跟他去离婚。我不要和千寻离婚，千寻是我老公，你干嘛总说他呀？况且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张文涛。反正我告诉你啊，这次你绝对不能带那废物去，他要是坏了你和张文涛的好事，我跟他没完。哎，同学会嘛，我也要去。你废物去干嘛？你苏家丢脸吗？老婆，你就让我去吧。那好吧。 那你到时候少说话，有事儿别跟你吵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老婆。殿下，听说你……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这些都是我的老熟人了，我打个招呼就进来。老婆，你先进去吧。那好吧，那你等一下进来。好。